大家好，这个杭州这个天气真是像那个小人脸一样的，一会儿哭一会儿笑，早上还是那种晴空万里的，现在就是乌云密布了，哎，感觉在下大雨的感觉啊，风也很大。刚刚回来，然后再看我这个东西，这个是给那个小胖胖他妈妈那个准备的一个化妆品，我也给他寄了，寄回去，也给那个给老妈也买了一套，他们不一样的，因为年龄阶段嘛，我妈的那个年龄稍微大一些，小胖胖的妈呀年轻一点，所以就给他买一个这种精华的精华液，这种好几种的，看好多种，这个我妈不是这种的，我跟妈说一下，我看那个快递发的很快的，我刚刚看了一下查了一下都快到我们那里了，到武汉了，现在好快的，这个快递真的好快，我跟他说一下，叫那个记得去拿这个快递啊。剩下的女人是老夫。喂。干嘛？啊？在怎么走？马上给它倒掉，你记得去拿油哈。我们可能还有几天才回来。哦，嗯嗯。我这次打电话给你，给你打电话回来了。哦，怎么走？我看到你视频里头，你把你东西都搞掉了，还有小黄黄说你，小黄黄人不错，心里有你，我好高兴哦，说得好喂，啊，有节奏，啊，真的是，我心里看到他讲那些话，我心里面。哎呀，真的是他心里头有你，他在管你，知道吧？我晓得。我晓得，啊，对，妈好高兴，你晓得不？我人转起那么大，都是记在心里面的，走到哪里都是妈都想我的，哪里那个地方哪里哦，我也要那个东西。现在呢，我也有人管着了，让妈也轻松了，反正也放放放，有人就说，真的是，哎呀，听到我的媳妇了，我那我太高兴了，我的感觉轻松了。妈，你放心噻，我也是。那天台湾的嘛，回去他说那个一直身份证那些我也没用过，那个晓得是放在荷包头的，那掉的呀或者啷么的，我都晓得哪里去了。晓得是那两年。那两年晓得是啷么的，这个记性他有那个撇，晓得是。就是放那里点影响都给没到。你要是用到的时候，接触一条，哪里拿哪里放，这时候记住了，保管的东西不能丢。我来的时候我在想呢，我是指那个身份证就行了，我说家属放在屋里，我说又不开车，反正我又把它带起来，我就是怕它搞掉噻，我有回带出来的时候，我在想怕它掉，哪晓得这个掉，想也想，那些都想掉了。
我还在这里感谢小宝宝。哎呀，有现在我有人帮我接我头心了，我都高兴了，我负担轻松了，哈哈哈哈，太好了，哎呀。没事没事，我晓得下次要注意哈，行吗？下次再来了。嗯。啊，谢谢小宝宝。妈，有人帮我管，那个妈的洗碗，有三拿四的。你洗完了没得吗？洗了洗了。哦，那狗儿呢？现在没有了。还好吧。还好吧。啊，还有呢，还有几天，还有几天才回来嘛？还有几天。我们那个给小胖胖的妈也买了一套那个化妆品，我弄到给他寄过去。妈，你不应该买，那是你说话不给我理他，应该买他。老妈还说这个事儿，哎，我也是没事了。看来呀，我妈是多么的希望有个人能管着我。现在小胖管着我啊，我妈是打得心里开心。其实我也开心的，让自己时刻提醒警醒自己，东西不能忘记啊，时间观念呐、啊，等等等等的。啊，对，先把这个寄了就行。叫快递过来，快递。下雨了，买把小剪刀，看看有什么吃的，凉菜。下雨了。